高雄乡天狗野溪进行荷花整修工程，煞出现暴伤，为着要引导溪流排水，破坏原本岩盘地质的溪床，挖出一条三米深的水沟啊，嘛造成当地简单自来水源来流失，引发着未来可能会造成灾害的记录。地方就强烈要求要马上停工，来展开补救工程。经过管区甲地方人士的协调了后，同意要来增设着拦沙坝，降低未来溪水冲刷可能会造成的灾害。讲说下面有个取水口，都不讲、不用，你没有取水口，你也不能跟我挖破，挖破这个岩层。国姓乡长邱普生甲管府技术争论，主要就是因为工程包厢将溪床上的石岩挖破，挖出一条深三米的水沟，已经使得当地干净自来水无水通用。你即摆安尼挖嘞，安尼就已经产生阮地方这问题啊！阮的烦恼是一定的啦，阮食水的问题一定会烦恼的啊！石岩已经落去啊，水直直接出，直接出，这已经无苗尾无水啊！为我遐只做起，南沙坝冻起，还冻起水，无阮只水来流去，阮只百外户拢无水的。天高也可以进行河岸修建工程，将溪水引导来方便施工。包厢确实破坏溪床石岩，来作为排水道，引起当地居民过度不满，各乡乡公所更烦恼，日后会因此发生严重灾害。挖一条沟之后，坡脚断了，如果是顺向坡，两边的山就会滑动。如果前面没有做一个挡那个拦沙坝的话，那下大雨，你先回填下去，下大雨它还是冲了一条大沟，它挖深的深度刚好旁边有一个我们简易载水的取水井。那有最起码有应该有100多户的水应该就没有了。地方要求马上停工，在河道顶头施设一个拦沙坝来补救，但管府技术无法度当场答应。拜托馆长赶紧来看现场，才知影讲代志这么严重，赶紧做一个拦沙坝吼，来做这个代志的补救。在县府这边，我们也会督促我们县长吼，赶快把这个完成吼，能够不影响我们这边将近100余户的民生用水问题。两位议员马上联络馆长林明进，馆长对此是非常重视，随后嘛赶到现场了解实际状况。将近一个多月都没有下雨了，所以啊，这个没有下雨，那个自然的这个井水啊就会减少哦。啊，我们呢是为了要让河床不要再继续挖深哦，我们同意啊能够啊来这边做一个拦沙坝哦，啊让这个保护这个河床啊哈，啊原则上我们会同意啊会请我们。水保科啊，赶快来设计施工哦。虽然认为干邑自来水无水，无一定是因为工程的关系，县长林明进也是同意，将会马上进行补救工程，嘛，让当地居民会当放心啊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